The main charge against Ant is that it offers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consumer subprime with tech characteristics. 这是一句比较简单的从句里面套从句的句子。首先，它主句的主语是 charge， 就是对蚂蚁的罪状，反对蚂蚁的罪状。它的谓语是系动词 is， 然后后面所有由 that 引导的部分都是它的表语，所以这是一句表语从句。就是蚂蚁的罪状是什么呢？是后面的这个部分。而从句里面的主语 it 其实就指的是前面的 ant， 就是蚂蚁。它的罪状是它提供就是这句从句的谓语，而后面用 what 引导的这个部分就是 offer 这个动词的宾语，所以后面这一句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整句从句的宾语从句，所以这就是从句里面套从句的结构。而这句句子最主要的部分其实就是 the charge is that， 就是罪状是什么。那么来看一下它各部分的关系。首先 main 主要的，它说 charge 主要的罪状。那么这个罪状是针对谁的呢？ Against ant， 就是这个罪状是针对蚂蚁的。而最后那句表语从句里的宾语从句，也就是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很显然 as 什么什么就是修饰 described， 就是它被描述为是什么什么一个东西。所以这句句子的意思就是针对蚂蚁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描述为 consumer subprimeWith tech characteristics 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带有科技特色的消费刺激贷款。那首先我们来看 charge 这个单词，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做动词的时候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做名词的时候一般是可数名词。这个词其实很多意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第一个意思收费，一般它的用法是 charge 谁谁谁多少多少钱 for something， 就是因为什么事情收谁谁谁多少多少钱。比如 charge the client 50 yuan for a tour， 就是有一个客户过来让你带着参观一下，然后因为你这个带着他参观一下这个事儿呢，你收了他50块钱。那这个 the client 也可以不要，你可以直接说 charge 50 yuan for 什么什么东西也是可以的。那第二个意思呢是冲锋，在这个意思下一般是不及物动词，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 charge the door， 你要说 charge through the door， 就是破开那个门冲进来了。还有第三个意思呢，就是给什么什么东西充电，这个是及物动词，你直接可以说 charge the phone 给你的手机充电， charge the battery 给电池充电都是可以的。那么充电器呢就是 charger。 那第四个意思呢是掌管，下面这两个词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背了， take charge of 等于 in charge of。 那最后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它在这句句子里的意思，就是指控、罪状、控诉这个意思。它做名词的时候呢就像是这里的用法，就是 charge against somebody，就是针对谁谁谁的一个指控，就是我这个指控呢是说这个人干了坏事儿，或者呢你可以说 charge of something， 就是这个指控呢是指控的是什么什么事情，就是指控的是他犯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 charge relating to something， 就是这个指控呢是跟什么什么东西有关的，这几个搭配都可以。你可以说 the charge against you has been dropped，就是有人呢针对你提出了指控，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指控是什么说出来。 The charge against you of armed robbery， 就是指控你干了什么呢，指控你干了持枪抢劫这件事情， has been dropped， 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做动词呢，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就是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指控你干了什么事情。 You have been charged， 就是 charge you with armed robbery， 你被指控犯了持枪抢劫。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consumer subprime。 consumer 消费者，它的动词是 consume， consume 就是你消费了多少，就是你吃了多少东西，喝了多少饮料，消耗了多少能量，消耗了多少能源，消耗了多少电量，这些都是 consume。 subprime 呢是一个金融上的定义， prime 的意思是主要的、最好的，就是擎天柱，变形金刚里面擎天柱它叫 Optimus PrimePrime 是一个荣誉头衔，就是说它是变形金刚里面的老大。那 subprime 呢？ sub 的意思是次一等的、从的、从属的。那么 subprime 呢，就是不是最好的，比那个最好的要差一点、次一点，就是次级的，就是次级贷款。它可以做形容词，就是这个贷款是次级的。那什么叫次级贷款呢？就一般来说，你贷款给别人，你一定会找那些信用比较好的，你觉得他会还得上钱的人，你去把钱贷给他。那信用不够好的，他也想借钱怎么办呢？那就有了次级贷款，就是你专门借钱给那些信用不够好的，就是他有可能还不上钱的那些人，这样的贷款呢，就叫次级贷款。